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维平。今天是10月2日。刚才呢，我收看了这个一段视频，是由呢澳大利亚的一个叫孙立军的，就和这个国会爆料当中指控的这个公安部的高官呢孙立军，同音不同字的这么一个人，年轻人他发表的视频，他这个驳斥了公贵这个爆料当中的一个两处房产的造假。我觉得这个视频呢非常重要，它的确是显示了也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在公贵爆料最初所提出的观点呢，就是一半真一半假的。关于孙立军呢，公贵先生对他抱有一定的这个成见啊。公贵先生在爆料之初就讲过嘛，这个保命保财报仇啊，由于报仇的心切，那么自己的精力又有限可能花钱请一些团队在调查，在澳大利亚，结果搞这个爆料这个当中出现了这个笑话。我觉得今天这个叫孙立军这个年轻人呢，要应当肯定他的精神。这个华人呢，这个最起码比较勇敢而且实事求是。这个他能站出来把自己这个房产的情况讲清楚，也就是说呢，郭文贵爆料当中讲的两处房产并不是这个公安部这个一局的这个孙立军这个官员他的名下，实际上是这个叫孙立军胜利的利在他这个名下，他的房产，这种这个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不知道是出于这个主观上故意的造假，还是被他的团队下面的人呢忽悠了，这个不好说。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这位叫孙立军的先生这个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非常负责任的。如果说其他的房产包括王岐山、孟建柱的，还有这个孙立军的等等其他的房产如果都能有人呢站出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我想可能关于王岐山的，关于这个孟建柱的还是比较真实的。那么关于孙立军的现在出现了这么两处房产呢不靠谱。那么但是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位孙立军他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他这个质疑和揭露澄清不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是在这个中国。他说了他是在中国这个沈阳，那么也就算和我是老乡了我在大连，他在沈阳。那么沈阳人，他移民呢这个澳大利亚11年，他是2006年是以技术移民的方式来到澳大利亚的。紧接着他就出示了这个护照这还有些证件，其他一些证件 license 还有这个购房合同、律师函等等。我觉得呢，关于他的身份和房产的所有权这个问题呢，不用质疑。我觉得一看都是真实、可信。那么这两套房子的确不是北京这个孙立军的，是沈阳这个孙立军的，不是高官的孙立军的，而是这个老百姓孙立军的。那么这个人的买房子在澳大利亚可能和加拿大差不多购房的时候一般来讲交头款就行了。他是澳大利亚是 5% 这个加拿大可能要多一点贷款。那就没有关系就是买房只要有个正当的收入和正当的工作应该每个人都可以买房子，没问题的。那么这个人呢感到困惑，就是说他这个房产呢，这个信息公布到网上以后未经他的同意他的很多同学认识他的人来询问，他感到很困扰那么呢，他在这个沈阳录制这个视频节目，他自己讲的是因为他的妈妈在沈阳，他经常要回来探亲，好像是说明是在探亲期间他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这个询问，所以他出来澄清。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他这个还是很可能是这个视频发表以后呢，公安部这个领导孙立军想澄清这个事儿，那么呢找到这个人，可能通过有关方面找到了这个人让他回来
搞这个视频节目，这种可能性啊，这个更大。所以他在这个节目当中一再讲他这个是探亲的啊等等。不过从这个孙立军，就胜利这个军，孙立军啊，沈阳人，他呢能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示这么多整齐的法律文书，这个证件那个证件，那可见是有备而来，而回啊，就准备回到这个沈阳，那就说明呢还是在警方的要求下他回来。但是这个我们不管，任何人做事情啊，主观愿望、主观意识我们不计较，就看这个结果，就你披露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现在看来呢，他讲这房产呢、啊、的确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呢，郭文贵的爆料当中有造假的一面，或者是有失误的一面，那么这一个视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就说由此可以推断呢，很可能还有很多中国人啊，包括那些高管，像王岐山呢、啊、像家人姚明山，他不愿出来这个公开露面来证实这房产的真假。那么这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郭文贵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他不敢出来这个指证人家、挥击人家；另一种可能，有一部分人并有一部分证据可能不真实，但是呢，由于权力的傲慢，他觉得我是王岐山的亲友啊，我是大官，这个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等等，这也不对。在这个信息发到网络之后，那么郭文贵事件和这个爆料这内容呢集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公众关注的事件。面对这个呢，每一个人不分阶层、不分职务，你都应该什么呢？放下身段，老老实实的讲清楚。因为我们是要知道真相，我们对你什么其他事情不感兴趣。我们要知道官员是否利用职权谋取了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最关心这个。当然，我们哈对这个沈阳这个王立军，你的财产有多少，这个老百姓一点不关心。因为人家不是当官的嘛，就是打工的，是不是啊？人家按照自己的这个税收的要求啊、法律的要求，这个有着正当工作，搞两套房产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不关心。那么呢，通过这个王立军现身说法啊，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普通公民呢、啊，你的私人这些信息未经本人同意，你把它发布，而且放到网上，这个已经是违规了，甚至违法呀。那么这个事情对包括郭文贵在内啊，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提醒。在海外啊，这个是自由的世界，言论是自由的，但是也是有边界的，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可能就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就要出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对于中共的高官呢，由于一些人有仇恨有怀疑，的确中国的腐败很严重啊，官员的腐败是普遍性。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仇恨，另外对这种改革啊，这种干部体制、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啊，迟迟不到位，很焦急，就很容易相信那些负面的新闻。那当然，我认为啊，郭文贵先生到现在为止啊，他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这些爆料当中啊，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否则警方不会那么警觉啊，中共那一方面啊，包括王岐山他们那边不会采取这么大的反作用、啊、是不是、啊、还采取这些派一些人过来和这郭文贵沟通啊、谈判啊、协调等等，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嘛。那么就说在我们带着这种情绪啊去爆料的时候，很容易啊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啊，这很容易啊出现问题。特别是郭文贵先生啊，他这个爆料我觉得啊分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啊，这个他是凭他自己得到的过去做企业老板啊，在这个盘古大观这个认识很多这个官场商场上的一些风云人物啊，他直接掌握的一些信息。那么他来报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真实，也比较生动啊。但是呢，由于后来他爆料之后这个事件的发展呢、啊，他就感到力不从心了，精力也有限，而且上面的压力比较大。一方面要申请身份，对吧？你要在美国合法居留，你就要拿出一些猛料给这个法官呢，给美国有关方面，以便呢取得一个什么呢？安全感呢、啊？另一方面呢，
由于网民不断的围观呢，人越来越多，网民也希望你就是拿出更多的猛料，这样给他造成舆论的压力。这双重的压力使他什么呢？非常焦虑，非常着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花钱去买信息。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围观人当中啊，很多人属于这个商业观念，一看你很有钱，我围着你啊，我可以给你提供新的信息，这个关于孙立军的，关于这个孟建柱的，关于你所仇恨的所有的人，我可以给你拿，但是你要给我大价钱。由于呢，去收集这些信息和材料的人，不和这个郭沫先生在一起，在另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啊，另一个国家，你比如像澳大利亚啊，另一个州了，对吧？你呢，在搞这些材料的时候呢，想的就是什么经济效益。我帮助你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啊，但是你得给我钱，钱这个价码越高越好。为了助力这种动力去搜集这种腐败的信息，很容易失去理性，所以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疏忽或者造假。这种孙立军和非孙立军，并不是啊，此孙立非这个孙立军呢，非彼孙立军，只差一个字，但是。这个海外这个住房信息啊，房产信息啊，往往这个主人呢、啊，这个名字都是拼音字母，都是用拼音来搜索的，所以造成这种啊这个虚假情况啊，我认为啊也不奇怪。这说明什么？说明郭文贵先生啊，在这些爆料过程当中啊，就像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半真一半假。那么今天这个孙立军先生啊。他把这个自己现有的房产晒出来，不得不晒，因为公柜已经晒出来了。这个朋友拿出了这个电视的截图，那么呢，他也披露了他曾经交易过的房产，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边证明他自己是诚实。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孙立军先生，我这位老乡，我觉得他讲这个事情啊，对我们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虽然呢，郭文贵先生啊，他这个海外爆料啊，我刚才发表一个视频已经肯定他，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很多的艺人是和很多艺人是比较啊，他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你可以讲是巨大的啊。但是呢，他也有不真实的一面，由于种种的原因啊，有的是可能是主观上故意的，有的可能是无意的，那么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对他这些爆料，他爆料的内容很多呀，报平安讲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呢，不能全信，也不能全部的否定。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采取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的梳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而这位沈阳的这个孙立军先生啊，就帮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忙啊。所以我觉得啊，他这种。态度啊，应该就是表彰啊。不过最后啊，这个沈阳这位孙立军先生也很精明啊。这个我看他这个意思，他说他要考虑起诉郭文贵，但是要看郭文贵的表现啊。而且他说现在这两套房产呢、啊，他背着债100多万啊。这个弦外之音，这个意思啊，话外音就是说郭文贵要进行一些赔偿，经济赔偿。所以我估计下一步，这个假如我是郭文贵先生的话啊，那么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再反驳他，我的确是搞错了。那么不论你和你的团队怎么去发脾气，但是你必须向这位远在澳大利亚的啊沈阳籍的这个孙立军先生道歉，而且也应当向北京的这个高官道歉，因为这个房产不是人家的嘛，你并不能因为人家是官员你不道歉，错了就是错了。必须道歉，而且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否则人家给你起诉到美国的有关法庭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当然了哈，郭文贵先生，这个虽然有些地方不靠谱，但是他也像赵本山讲的啊，不差钱，这可能就是有钱人的啊这种自信呢、啊。那么关于啊澳大利亚这位孙立军先生披露房产的情况啊，我做一个简短的这样一个评论呐、啊，只是一家之言啊。仅供网友们参考，谢谢。